克力灯箱跟字体结合灯光，复刻70年代蓝宝石演唱会，晚间在高雄流行乐中心开演。主持人王彩华一身金色流苏洋装，火辣登场。整天贴爱枕，温暖你的梦，在这百花园中，爱情在闪烁。主持搭档邵大伦也跟王才华合唱《热情的沙漠》，瞬间炒热全场气氛。不过才唱完，两人突然跳起韩团 BLACKPINK 成员 Jisoo 的开花舞。只是这开花舞跳到一半，随着王彩华的追脚，画风瞬间变得搞笑。哎呦喂啊！今日一开场就叫我咧行这个啊大礼，你讲是不是啊？吼、哦，啊行大礼哪拢无破声？吼、哦，所以你来试一下。哎呀，各位干爹干妈，大家好！而晚间演唱会开场嘉宾彩球凤则带来三首经典歌曲。晚间摄影歌坛10年，林淑荣也难得开金嗓登台高歌，让台下婆妈们听得如痴如醉。在约会的时候，我故意和你玩个捉迷藏的游戏，你东张西望求着我，这是多么可爱的回忆。蓝宝石大歌厅在母亲节周末登场，白冰冰、黄西田、罗时丰还有林淑荣等群星接力登场，要透过一首首老歌陪伴歌迷们在欢乐的歌声中度过温馨的母亲节。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